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还不确定，但我想知道。当我真的去观察这个世界，知觉神经突然变得细腻起来。路上人们的话语，香气腾腾的美食，古老石墙的触感，微微滴落的雨滴，翻来覆去的浪头，随风摇曳的芒草，振翅滑翔的鸟儿，甚至是空气里细微的流动，一切都像是被捕捉进入我的身体。这里的景色让我感受到难得的温和和平静。我好像知道了什么，心放空一点，才装得下更多可能性。脚步放慢一点，才看得到一直就在身边的风景。呼吸着有点咸咸的空气，那些困扰着我们的，在时间轴的进行之上，会越来越显得渺小。我还不能确定，我们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我们至少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喘一口气的秘密基地，能够安安稳稳地重整自己。我在这小小的岛上，找到了最宽广的心情。